轰轰一声送给我的小金鱼。爸爸，小金鱼的肚子是白的。是啊。你看。嗯。爸，他俩不吃呢。啊。哦。小鱼来我们家三天了，不吃也不喝。宝宝怕自己照顾不好小鱼啊。没带。那快点回家带呀、啊！小鱼，你们两个要回家了哟。来，我们把它倒进去吧。哎呦呦呦呦呦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宝贝，给它加点水。嗯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好、哦，现在跟我带小金鱼回家。走吧。哎，爸爸，我还得给他带个好吃的。行，什么好吃的？面包屋。爸爸，鱼带了吗？忘记了，好像。那我去看你的包，还在呢，还在呢。对。原来小鱼还挺活泼的，哥哥。快走！爸爸，咱们是不是去那个桥那放？对，赶紧走吧。嗯，你瞧，底下超多鱼。嗯。到了，好多人。对，人超级多。嗯。好多鱼、啊！还有鱼。Hello。小鱼。哇、哦！姐姐啊，来，我姐姐请小鱼，看你很有爱心。那我看你干什么？那个话，金鱼来吃饭。妈呀，那块鱼好厉害！现在我要带一整块来。那自己都不愿吃了啊？啊。带你们这个地方看超美的晚霞。走吧。Go。队长，你看这个树叫什么树？天才树，这个是被人认领了，然后那个人给他起的名字。哦，还真的是，这个有认领人。哇，你看，哇，超美。回家了，我们也该回家了。想小鱼了？嗯，想小鱼了。啊，那他回家了吗？对不对、嗯、要不然在我们家的话他还不知道是什么个结果嘞。跟小鸭对呀、啊、那你就更伤心了。嗯，小手脏了，今天我们跟小鱼一样回家了，我们要吃面包，不过我们要把它做成三明治。香肠，这两片是爸爸的，这两片是我的。不行，你的太小了。不行，我是小孩子，吃少点。洗得干净一点哦，不能把农药吃到嘴巴里。我这个洗干净的，这个洗得不干净的。先放鸡蛋，我是猫番茄酱，下面有玉米小熊猫。这是我的晚餐。这是我的晚餐，还有瓶牛奶。来，干饭，咬到了吗？嗯，我够了。我也咬一口。嗯，满足。最后一口，走，写作业。嗯，今天我们学的是如何用新华字典查字，我们现在先找拼字。你会找吗？会找。怎么找？386。哦，找了找。就得386。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你看这儿。啊，对，386。那你把。然后把语文书打开。嗯。在384。我找到了一个问题出来，你看、嗯、这里写的是飘380。哪个？哦，对，飘的是384页。其实但是呢，我找到的却是385页。对，这个飘子它在385。哦，刚才是我错了。从384页开始，全部都是飘的同音字。对。嗯。作业做完了，我今天学会了如何用拼音查字典。小伙伴们，你们会用拼音查字典了吗？记得好好
跟我说一说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哟哟哟哟哟哟，自恋。